盘旋阴阳掌的啊，盘旋阴阳掌，盘旋阴阳掌到这边不是这样子吗？哦，盘旋阴阳掌的啊，然后翻天掌，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手，很多这种手法，啊、哦，这种手法要练练。啊、哦，上次讲横切的掌是这样的手，啊、哦，啊、哦，你翻天掌。翻天掌来讲的话，检查掌下来这样子是不是？翻天掌，你说光这样子怎么能翻天呢？啊，光这样子怎么能翻天？它从阳变阴啊，但是它的力呀、啊，你看，你必须要会用这个。你看，切进去这个力量。进去，从侧面，手肘在外面，手 ，William don't stand so far。你看，这个掌送进去是这样送，你看。我把衣服脱了。你们看肘，这个掌进去，你看这种掌，你看肘弯是在这。掌要练习，手腕要练习这样。他。What kind of strike is that, boss? Is it like a whipping strike? No, no. It's a, see, look, it's from. In the way. Okay. But the elbow doesn't have to be behind the strike. The elbow is. No. Elbow is out because the direction is from here, not here.From side. This 1 degree from here. 45 degree from here. 啊，所以这个啥，你的手肘不要太进来，手肘进来就变成这样子，这样懂吗？那这个掌打出来，你看这手肘是往外翻，手肘是往外翻的，插进来，插进来，插进来。这样懂吗？所以都是掌都是这样进来，从阴变阳。啊，然后一样的力量从啪进来，啪，然后一样的力量，这个力量。手肘还是在这边，不对。那以前我有跟你们讲过要练这个嘛，小臂，这有两根骨头，是不是 ？There are two bones here. Right? Parallel, cross. It has four bones.所以它叫翻天。太
太多了，形还是在这边，啪，看。啊，哈，这个要去练，哈，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啊，很多时候这个掌啊，八卦这个掌，我这个掌啪从这边插，它不挡就插肋骨，插，是不是？它一挡，它这边一挡翻，晓得吗？所以这个掌的变化是从这边这样进来。它往下一翻，再一翻，再插，这样懂吗？所以这个力量要练好，力量，短的力量，啊，这是一种盘旋阴阳掌的，盘旋阴阳掌的，你看，从侧面变成正，侧面变成正面。侧面变成正，你看，所以要练。侧面，看走在外面，啊，好了吗？几个手要练习关节的活动，你看关节的配合，关节的配合，啊，啊，看，这个要练啊。